有关媒体报道网友因抓羊遭取缔归一规定，现在现在已是本大队经查证确有此违规。那肩部安全带原则上可以依身形进行位置的调整，但是仍然要置于手臂之上。该民众将手伸上去抓羊，如果突然发生紧急刹车等状况，可能会减少保护效果而因此受伤。那统计过去三年国道发生的交通事故，共有61人因未系安全带死亡，那占比30%。那今年也有7人因未系安全带而死亡。那国道公路警察局基于民众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，会针对该违规仍持续加强处理。那在此还是要呼吁各位用人应系安全带，那幼童的话也应置于安全椅子上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。Thank you.